好啊，大家好，早晨。我發覺頭先六號第一句同大家講嘅嘢係咩啊？就係早晨啊，記唔記得？好似好自然咁啊，早晨啊。其實而家唔早嘅，點解我仲同大家講早晨咧？嚇，而家係晏晝嚟嘅，因為我份稿寫咗早晨嚇。我搞錯咗時間，我準備緊講咩嘅時候咧，我以為我係朝頭早講嘢，所以我好自然就第一句就寫咗早晨。但我今日我都要同大家講早晨，點解咧？不如大家諗下，假如我喺四年前或者五年前，我同大家講呢個早晨嘅時候，同呢一刻我企喺度同大家講呢句早晨，大家 feel 唔 feel 到有啲好似唔同咗嘅感覺？早晨，早晨。係啊，其實咧，我覺得即係喺呢幾年咧，生活上邊有好多好美好嘅事，好微小嘅事咧，都有咗一啲唔同嘅感覺。佢哋好似變得特別美好，譬如話係講一句早晨啦，或者叫大家加油啊。或者叫大家提醒下大家，飲多啖水啊，或者係注意身體健康啊。呢啲咁少嘅嘢咧，好似而家都多咗好多意思，多咗一啲重量，或者係講到要一啲堅持咧，我哋先至可以去講。點解會係咁咧？我覺得就係呢個時代咧，賦予咗呢啲意義俾佢。時代咧係變咗。我相信即係喺呢幾年咧，大家嘅生活都經歷好多改變啦，係嘛？我諗一啲好大嘅改變咧，大家即係冇需要我喺呢度同大家去講，大家睇新聞或者身邊都會留意得到。咁我想同大家講下我自己嘅生活有啲咩，即係見到啲乜嘢嘅改變。首先，大家知唔知道導演咧，其實冇戲拍嘅時候係做啲咩嘅？是不是吃雪卡在這裡吃煙其實每個導演不同的 我講一下我自己吧，我自己不拍戲的時候其實我都有幾多時候是花在教一些年輕人拍戲上面的，大家看看這個地方71跟我拍戲或者教拍戲有什麼關係呢？大家知不知道這間是哪裡的71？冇錯啦，啊！大家好眼明嚇、啊，好啊，係啦，這個、呢一個咧就係、是、Poly 喺 VA 大樓嘅呢個位置嘅71啊。Poly U 咧，理工大學咧就係、是、我都有教咗十幾年嘅兼職一啲創作嘅課程嘅一間學校啦。咁而呢一個71咧有啲咩特別咧？大家見到佢個箭嘴啊，指住呢個地方就係71嚟噶。佢入邊嘅呢個地方咧，呢、這個空間咧，71門前咧就係、是、一個咧武林聖地嚟嘅。而我喺2013年上畫嘅《狂舞派》咧，佢嘅靈感咧就係、是、發源自呢一個地方噶啦。嚇、啊，呢、這個地方背後其實有個故仔嘅。你而家見到呢一班人咧喺度跳舞啦，你應該即係大概都會估到佢哋應該係 Poly U 嘅 dance 嘅同學啦。但其實咧，如果你以前咧你喺度流連的話咧，你經常會見到唔止 U 嘅 dance 嘅同學喺度跳舞嘅，甚至乎咧係即係來自五湖四海嗰啲真正來自街頭嘅 street dancers 咧，都會走入嚟跳舞嘅喎。嚇，點解會咁嘅咧？原來咧就係 Poly U 咧，曾幾何時佢嘅 dance 咧，即係因為某啲原因咧，佢申請唔到正式嘅鏡房去跳舞，咁所以咧佢哋就。就地發揮呢個街舞精神咧，喺呢個地方度跳嚇，可能我估啦，貪呢個地方即係買嘢飲方便啦，係嘛？同埋咧，即係仲有啲落地嘅玻璃可以作為一個反應，佢哋可以當鏡咁用咧，睇住自己嘅舞姿跳下跳下咧，就令到呢個地方成咗名嚇，連出邊嘅即係街舞舞者都走嚟跳舞，甚至乎我知道有外國嘅 dancers 咧，佢嚟到香港咧，都要特登嚟呢個地方咧去朝聖咁樣樣嘅。當年咧呢套戲上畫嘅時候咧，我就不斷喺嗰啲借票場啊，同埋啲訪問入邊咧，係咁講呢個背後嘅故仔嚇，講到我口都乾。今日我有機會又再講多次。但係咧呢個地方咧，其實都有佢唔俾人跳舞嘅時候嘅。佢曾經有一段時間咧，其實有個派咧，好針對性嘅一個派嚇，有一個 B boy 嘅剪影嘅 logo 啦，有一個紅色嘅圈圈，有一棟斜棟咧。
係即係唔俾你跳舞，寫住 low dance 嘅。咁但係啲同學咧，其實都有啲方法啦，即係有陣時走下軌啊，或者同啲 secure 周旋下，咁都維持到大部分時間都喺度跳舞嘅呢個生態，係啦。咁而2013年我嘅狂舞派上畫嘅時候咧，就係因為我成日講呢個背後嘅故事，同埋咧當時都幾流行啊套戲，即係好多人去談論佢啦，又覺得佢好有正能量咁樣啦。我記得有一日咧，連理大嘅校長咧都拉隊啊，叫埋啲同學一齊去睇套戲。睇完之後咧，又出 post 啦，即係又鼓勵大家去追夢咁啦。嚇，當時我覺得掂啦，嚇校長都嚟睇我套戲，呢個地方咧應該解禁有望啊。嚇，結果真係喎。即係咁啱咧，我記得當日仲要係喺套戲咧跑到10,000,000票房嘅當日咧，當時有一份報紙咧就報導咗呢個地方嗰個 low dance 嘅牌咧除咗落嚟，大家可以喺度跳舞啦。好勵志嘅故事係咪？即係戲裏戲外都幾勵志。好啦，今時今日2022年，我哋再去翻呢個地方嘅時候，我哋仲會唔會見到啲咁樣嘅嘢咧？當然不會啦，係嘛？因為咧，連大學的同學同埋老師，佢哋入呢個校園都要 do 卡入閘，先至可以去到校園入邊。外邊嘅舞者又點樣走咗入嚟咧？仲有其實咧，即係 dance 嘅同學咧，啱啱幾日前同我講，大家都知道學生會冇咗啦，係嘛？好多間大學嘅學生會都冇咗，咁所以佢哋咧呢個 dance 咧，佢哋要去招生或者去借地方咧，都遇到好大嘅困難。不過題外話，大家其實唔需要太擔心佢哋嘅，因為我知道佢哋都仍然好努力咁咧，繼續維持緊去搞佢哋嘅活動嚇。嗱，呢個地方咧冇林聖地就冇咗噶啦，即係當然亦都因為疫症啊等等嘅關係啦嚇。咁啊，呢個地方嘅地標亦都冇咗啦。咁其實真係世事常變啊。頭先咧，我哋見到嘅呢個 VA 大樓咧。在我即係諗緊度緊要講啲咩嘅時候咧，我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係整棟大樓咧都會移除啦。好多嘢冇咗啦，校園入邊冇咗嘅，仲有呢啲啦，仲有呢個草地。呢個草地咧 ，Poly U 入邊呢個草地咧，好特別嘅，有一樣。好吸睛嘅嘢咧，久唔久就喺度發生嘅。你知係咩啊？就係佢哋一班 cosplay 嘅女仔咧，即係久唔久就會同啲龍友咧走入嚟咧影相嘅。咁啊，當然呢件事喺而家嘅校園係冇可能發生啦。以前咧，我記得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咧，有一班太極達人咧，會走入嚟校園呢度咧，去耍下太極咁樣樣嘅。我都走去 join 過三四堂嘅。呢件事當然而家亦都冇可能發生啦，你亦都冇可能 expect 有一隊 rappers 會拉大隊入嚟個校園嗰度夜晚喺度搞一場 battle 啦。呢啲種種嘅一切咧，我覺得都係一個校園好豐富、好多彩、好有機地自然嘅一個生態嚟嘅。我覺得喺呢個校園入邊非常之美麗嘅一道風景，佢哋亦都係。即係好實實在在咁，曾經咧係刺激過我嘅靈感嚇。咁但係所有呢啲嘢咧都冇咗啦，換嚟嘅係好多嘅鐵絲網啦，好多嘅雜啦，當然仲有好多嘅傷痕啦。好啦，嗱，好多嘢冇咗，咁但係仲有啲乜嘢係剩翻低，而我哋會特別去珍惜。我哋會覺得特別美好，有如我哋講嗰句早晨一樣咁美好嘅嘢咧。大家睇下呢幅相，呢幅相係咩嚟嘅咧？我記得咧就係疫症第二波啱啱緩和嘅時候咧，我教嘅堂咧終於可以唔使上網課啦，可以即係翻翻學校面對面上堂嘅第一日。咁我翻學嘅途中咧，就喺去課室嘅中途咧。就有幾個學生咧，就叫住我，我哋就一齊影咗張 selfie。佢哋同我講：，喂，阿 Sir 影張 selfie 啊！哇，即係我翻學咁耐啦，我從前翻過咁多次學，亦都教過咁多日學，我從來未試過咧，原來翻學係咁美好嘅，
咁有意義嘅，有意義到我哋係值得去影一張 selfie 去留念嘅。咁究竟對於我去上堂或者學生嚟上我嘅堂，有啲咩咁有意義？有意義到原來有得翻學係值得去影一張 selfie 去留念嘅咧？咁不如我而家，我想出賣一下我啲學生，係啦，我想俾你哋睇下咧，究竟佢喺一個課堂入邊，佢哋交啲咩功課？他們教什麼拍片的功課、啊、不過以下給你們看的就不是來自 Poly 的，是另一間 U 裡面的一班的學生來的。好了，這個功課呢，這條片呢叫做承諾。這個女仔在個故事裡面呢，就是剛剛這天是生日，她這天生日的時候呢，她發現身邊的所有的朋友呢都忘記了以前承諾過她的事、啊、這條片呢是說在這個時代原來不遵守承諾的可悲。這條片是講什麼呢？是講一班迷失於時代、沉淪於玩樂的一班年輕人、啊、有一天呢，他們有一個鄰居的少年人呢就走來敲他們門求救，因為他說他受到家暴。那這班人就因此而反思，究竟我應不應該幫他呢？又或者我們的生活應該是怎樣去過呢？好了，這一個你看到有些涼是吧，就是是的，這個故事呢是一個是發生在80年代尾的故事來的、啊、就是講一對情侶最後因為要移民而分開的、啊、我很奇怪，這班同學他花了很多的心機呢去佈置這個80年代，包括你看到這些角色的造型，拿著 cassette 帶，還有裡面很多的場景、啊、為什麼你會去用這麼多心機 去描寫一個你沒有經歷過的80年代呢？可能他覺得那個年代比較美好，所以他花了很多精力去寫一個80年代的愛情故事、啊、這個呢，這種是這套戲是一種Dystopia， 即是反烏托邦類型的故事，古今中外都、久不久會出現的一種類型、啊、講一班人呢，他們合力去對抗一個打低一個大魔頭，結果自己呢最後都成為一個魔頭，這樣的一個故事、啊、就是這些我在這個年代見到大家，見到年輕的學生仍然有那份慾望，有那道火呢，他有一些理念是想跟大家去分享，去透過拍片呢去告訴大家，還有我可以呢跟他們一起呢去經歷不同的這些創作的旅程，令到我覺得無論在教書啦或者在我自己的創作上面呢都多一些意義和多一些動力。是啦，其實呢很多人經常都問我啦，香港電影怎樣啊，現在還有沒得做的，是不是很沉啊，現在香港電影死得沒啊，這個問題呢，即是我已經很多人問過我了，問了很多年。其實呢，你問這些問題，你在那個問題裡面呢，你將電影兩個字刪走了呢，其實你是問緊差不多的問題，你是探求緊差不多的答案。而我會說我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嘛。當然如果你要講數據，今時今日的香港電影，你講票房、講市場、講產量，當然是不及我們80、90年代港產片的黃金時期，是不是？這個是一個很客觀的數據。但假如我換另一個角度去問你，有一個情景，就是一個少年人，他走出來跟你說，我很想拍一套我自己的電影，拍一個故事，你覺得你會在那個80年代的香港電影黃金時代會遇到這位少年人多一點，還是現在呢？你覺得呢？我覺得當然是現在啦，在座我都有很多位啦，小薯茄啊這些當年我就是那個少年了、但我當年我覺得我的路走得比較孤單，雖然 我其實有很多朋友是撲心撲命地幫我，很多謝他們的，但是今時今日我相信這位少年人可能在座都有很多位，你完全如果你想拍一個故事的時候，你絕對不需要感到孤單，你就可以、啊、一
夾埋一齊就去拍你嘅故事。當然啦，你可以撥下冷水，喂你，即係你有冇睇得咁簡單啊？多就好嘅咩？確實多唔係好嘅，即係我都見過好多喺呢個時代咧好濫嘅作品咧。咁但係我又覺得大家其實唔需要太過即係妄自菲薄嚇。我唔想特別去 endorse 某個即係短片比賽或者某個導演某個作品嚇。但係你只要留心啲、細心啲，真係去睇下咧，其實尤其是喺近呢幾年咧，好多嘅年青導演佢哋都拍到好出色嘅短片，喺本地嘅比賽或者海外嘅影展咧，都係有好唔錯嘅成績。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再講一樣嘢啊，大家有冇聽過呢一個劇本孵化計劃啊？呢個咧係去年咧有一個香港嘅劇本比賽嚟嘅，唔知在座有冇人有參加啊？這個比賽是怎樣呢？就是如果你心目中有一個故事，你想它將來會變成一個長片、一個電影的時候，你就可以將這個故事寫成一個大綱，就去參加這個劇本孵化計劃。那如果你入到圍，這個大綱就有機會變成一個劇本，跟著再贏了獎，這個劇本有機會就會變成一個電影了。你猜下一個這樣的比賽有多少人去報名參加呢？有沒有一個數字啊？我跟啲朋友傾偈，一啲行外嘅朋友傾偈，佢哋點樣睇咧？佢同我講會唔會有80个人參加？咁有一個朋友就話可能係50个。嗱，正確答案咧係1550个，即係話咧喺同一段時間入邊咧。香港有1550位仁兄，他心目中有一個故事咧，係想他未來變成一套電影，而他願意將它寫成一個大綱咧嚟參加比賽嘅。大家是不是覺得很奇怪呢？呢件事情咧發生在一個大家都話港產片走下坡的一個年代。嗱，當然講到呢個年代的港產片，我哋一定不可以唔記得那些它很可能是更加代表到這個時代，但是因為種種原因沒有辦法在香港的戲院上畫的那些港產片。我不知道這個 Charles Dickens 說的話是不是對的，其實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最好的時代。但是留下來的人呢，你總要有道力呢去推動你繼續前行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努力呢令到佢呢句説話係啱啦。嗱，最後咧，我想俾一幅圖俾大家睇，蒙曬嘅咩事咧？啊，呢個係一個網上嘅，即係網上會議嘅一格格嘅圖嚟，因為我唔能夠問翻曬呢啲面孔背後嘅主人翁，你可唔可以俾我 show 你個樣啊？咁所以不如我就 blur 曬佢啦。其實佢係咩嚟咧？佢係關乎到一個咧幾個月前嘅一個叫做香港國際兒童電影節嘅 ，OK？ 這個電影節咧，就因為即係疫症嘅關係啦，佢所有嘅戲嘅放映咧都喺網上嗰度俾人睇嘅嚇。咁而其中有一套戲咧就係呢一套啦，叫做《和你再見》。個故仔咧就係發生喺80年代尾啦，當東德同西德仲係分開兩個國家嘅時候咧。入面有一些小朋友因為這樣而分開兩地而最後重逢的故事來的，是一套卡通片來的。那跟這個圖有什麼關係呢？因為大會很有心，在這套片放映完之後，他搞了一個，他請了張婉婷導演，香港的張婉婷導演和很多小朋友的觀眾去做了一個影後談。你看到這個畫面上面的左上方那一格呢，就是張婉婷導演來的。我就是右邊黑色，上邊黑色，第二格係啦，那個就係我冇開 cam， 所以我隱藏咗喺入邊嚇。咁呢啲咧，其餘嘅每一格咁 colourful 咧，其實都係一張一張小朋友嘅面孔嚟嘅嚇。咁佢哋好多咧，即係好專心咁樣去聽張導演去講經啦嚇，講下呢套戲啦。咁你見到啊，有一格係咩嚟嘅咧？如果我拎開呢個 blur 咧，你可能會發笑嘅。因為有一個小朋友咧，佢瞓咗張牀嗰度咧，佢將佢塊面咧打橫咁樣攤咗喺個 cam 前面咧，佢個面孔係掙爆塊曬面，即係掙爆曬個 cam 啊！佢就攤咗喺度咧，喺度聽張導演講嘢。咁下邊有一幅圖咧，
其實就是你看到他的頭殼頂是向下的，他的屁股向上的，他在打緊關鬥，打打下關鬥呢，他在跳舞，不知道為什麼跳舞呢，跳跳下的時候他跳到攰呢，他就走來聽張導演講嘢。隔離呢又有個小朋友呢在度食緊零食，又在度聽張導演講嘢。張婉婷導演呢用佢好溫軟嘅聲線啦，同埋用嗰啲好簡單易明嘅說話呢，同呢啲小朋友講呢個故仔背後東西德嘅歷史，講呢一個卡通片入面出現嘅嗰度柏林圍牆背後嘅故事。這個畫面呢，我覺得是今年第五波疫症以來我在電腦畫面上面呢見過最漂亮的一個畫面。多謝大家。